他又来了。太阳挺大的，这么一大早。碰到一位热心市民，有两个老人拿了个二泉映月，还拿一个赛马，都拿的挺好的。真的，我去欣赏一下。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又来了一位，好多人拉活，我们下拉拉的，是来找找师傅的，找你玩，我们欣赏一下，然后看看一下，看一下我那个二胡，哦，你叫他新来的二胡啊，祖传二胡，哦，祖传的啦，你拉了，你拉了，你拉了，能不能拉出来？给我，我帮你拿一下，这个儿子，这小儿子一岁就学了，哎呀。这怎么能拉呀？这没办法拉啊！不行，看看玩玩的。我来试看，我来搞试看。那就让我试试到底能不能呢？哎，我第一次看到，很好玩。这是他们家祖传的。猪八戒背媳妇，对吧？猪八戒背媳妇，不是为小孩拉的，赛马都可以拉的。哦，真的，你拉拉赛马，走啦！拉不来你这个二胡的，那我看你们拉大二胡好吧。